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胡子老爸。大家在看这期视频的时候，我的订阅已经突破了2000，在此要感谢大家的对我的支持。从最一开始的几十个订阅，后来的几百个，然后突破了1000的订阅，而现在过了2000，已经过了2000订阅了，这都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。这里要特别感谢汽车火锅频道对我的32次支持。感谢浪在法国乡村对我的11次评论，感谢西西小雨对我的35次的评论，感谢北卡徐阿姨对我14次的评论，感谢心里话也对我23次的评论，感谢毛毛虫对我25次的评论，然后感谢唐丽尔对我29次的评论。感谢爱美食层层对我26次的评论，感谢大卫基对我29次的评论，感谢这位韩国的朋友 Sony Korea Food 对我15次的评论，感谢 Lucky Chan 对我13次的评论，感谢嘎嘎乌拉拉对我19次的评论，感谢笨爸对我13次的评论。感谢大胖兔加油对我12次的评论，感谢英国短毛猫对我14次的评论，感谢 Pimo King 对我的21次的评论，感谢小雨乐园对我38次的评论，感谢汽车火锅频道对我37次的评论，感谢欧洲旅游频道对我11次的评论，感谢 CC 东京生活对我22次的评论，感谢 Man 不是那个 Man 对我11次的评论，感谢 Ban 超超对我10次的评论，感谢茉莉和阿文对我12次的评论，感谢萌萌的喵对我21次的评论，感谢浪花音乐对我13次的评论，感谢小野人对我的19次的评论，感谢麦子格良对我32次的评论，感谢馋嘴新频道对我13次的评论，感谢小菊花乡下生活对我17次的评论，感谢娟对我18次的评论，感谢 Emma 看世界对我16次的评论，感谢真心宝贝日记对我15次的评论，感谢麦叔和猫姐对我23次的评论。好，在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关注支持我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能在2020年继续对我的频道各种支持、点赞和评论。好，在此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胡子老爸，拜拜。